柯哲医师，卫生医疗界城市之风团成立大会，大会开始。我是万方医院精神科潘彦基医师，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也是柯哲办公室的发言人。大家好，我是林思佳，我是台湾医疗人民基金会的秘书，今日非常欢迎大家注意参加我们这个医疗城市自动化的后援会大活动，非常欢迎大家。相信把这位陈医师请来哈，来推卸环境，推卸旁边陈医师。前慈济医学院长，也是前卫生署市长啊，介绍请进哈。那你李明亮书记哈，李明亮书记哈。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边的参会。我咧想咱医界，伊李万教授伊个创造，一波咱改变台湾民主的一个风潮。但是这个会议啊，咱医界的声音。非常的少，这个原因，啊，咱非常，而且恐怖，再现有真大的问题。这边选举，表现的是啥物？表现的是咱台湾人民，争取自由、民主，这个选举。所以我今日真欢喜。我看到咱济济医界朋友会当请，今天在座的有我在台大医院神经精神科的老师，还有介绍我的叶医生教授，还有我很多的台大医院的一些同事都在这里，表示台大医院、台大医学是全力支持各位同仁。我虽然是科技的高中跟大学的学长，我知道他讲，跟他没有时间，我不认识他。我知道他的专业上，因为台大有一个这种这样太空活动专家，我知道。我第一次吸引我注意他的是，艾滋病新冠病毒的时候，居然医院有一个人出来，不是他自己亲身的问题，他出来看到。大家记不记得，龙总有一个马大利亚传染的事件，还有邱小妹人群的问题，罗马那两个年轻的医师不知道怎么样。龙总的马大利亚事件还牺牲了一位医生的生命，那位阿万被责任推给阿万以后，他后来自杀，受不了这个压力。我猜，我没有问过科比。我猜他是为了救下面那两位女士，那位小女士，对，那么我相信他是为了，非常的感动，他是我第一次感动。感谢欢迎我们所有的嘉宾，热情相挺，为我们科比竞选台北市市长而努力。今天我们相聚一堂。当然，我们科比现在在路上，也许在外面，我们热情相待，没有关系。选举是民主政治的第一步，但是选举一定要公开公正，不能作假，不能抹黑，更不能偷听窃听。甚至买票，这种傲慢
会为危险民走过去，将来他们会自食恶果。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
天早上啊，坐飞机来的时候，在澎湖那天万里无云，可是啊，接近台北，这个飞机要下降的时候，这个天气也不好，乱流很，有乱流，飞机啊开始在上下抖动，这下子我要很紧张了。那我就赶快念说，柯文哲倒闭，柯文哲倒闭，保佑保佑柯文哲。结果马上飞机就停稳了啊。要改变台湾，就要从改变首都开始；要改变台北呢，就要从你我开始。柯文哲就是我们最好的事。改变台湾从首都开始，改变台北从首都开始。这是一场以文化为主体的社会运动。事实上，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以改变政治文化为诉求的选战。在精神上，我是继承我们台大医学院的前辈蒋渭水。蒋渭水在90年前就曾经讲过。如果不能改变台湾的思想跟文化，这个社会运动是不会成功的。事实上，蒋渭水在41年不到的岁月当中，在台湾留下了四个事业：第一，台湾文化学会；第二，台湾民报；第三，台湾民众党；第四，台湾工人委员会。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学会。事实上，今天我们在锦溪街的蒋渭水纪念公园，可以看到蒋渭水的铜像。他一手拿着皮包，代表拿着一只塑料包，代表他还是一社会一这个一片一社会一国家。另外一手用棉被包着书本，这代表他随时准备要入狱。然后去监狱的时候，他还是继续的在读书。蒋渭水在不到41年就过世了，留下了一个同胞心团结，团结最有力。今天我站在这里，其实就是继承我们台湾一届的前辈，继续在追求一个台湾性的文化运动。事实上，医生从政不止蒋渭水，很多人在讲说，你们医生为什么会跑出来从政？我要跟大家讲的，这几天正在办台湾医学会，请大家不要忘记，孙中山中华民国的国父就是医生。其实，菲律宾的国父伊萨也是医生，他这个也是医生。医生为什么会对社会运动会产生兴趣？因为医生在一线治疗病人，他最接近人民，他能够感受到人民的贫困。我常常讲说，在这个世界上最严重的疾病就是贫穷。其实当医生就会知道什么叫做贫贱交加。事实上，医生因为照顾人民，所以他最了解社会的最底层，也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也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所以事实上，医生从政是亚洲各国常有的现象。在这次选举当中，我为什么会提出再演大联盟？因为我想到，第一，在整个东亚局势上面，日本的东京、大阪、南韩的首尔，都是以再大联盟的方式，在大城市打败了执政党，
取得了这种制作权。在这次选举当中，我特别提出了白色的力量。为什么叫白色的力量？因为红橙蓝绿蓝靛紫七个色彩的光合起来都是白色，这代表就是一种变化。白色可以在上面涂各种颜色，这代表一种包容。台湾过去二十年政治上最大的问题就是蓝绿斗争，而且常常斗到没有智慧，没有道理。今天我提出的白色的力量，这代表一种多元文化，代表一种能够把各种的力量整合起来，也代表能够让各种力量在这个岛上能够充分的发挥。2008年，奥巴马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字叫 change。事实上，我要选这个台北市市长，我的代表字是 choice，choice， 选择。我认为这场选举是台湾历史方向跟社会价值的选择，因为在目前国民党候选人落后的情形之下，他如果要打赢这场选战，除了传统的买票、布装、抹黑、买大量的广告以外，事实上他唯一可以做一条路，就是将这场选举拉回蓝绿对立，拉回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我要赢得这场选举，就是要让台湾人民相信，在台湾社会有蓝绿以外更重要的东西，包括社会公益、生活品质、行政效率等等。因此，这是一场台湾历史方向的选择。那一些坚持要停留在蓝绿二洞的人，我们就让他留在历史，而我们一起向团结和谐的新时代出发。另外，这场选举是一个台湾社会价值的选择，因为在台湾的选举史上，从来没有一场选举两个候选人的对比如此的强烈。这绝对不是什么便宜对贫困，这是真对假，道德对不道德，白色力量对白色的对。什么叫做真跟假？事实上，当我去台北市选委会登记要参选市长的时候，我赫然发现我的对手他登记的财产跟我差不多一样多，我其实是非常的生气的。我们两个财产一样多，为什么我是骑脚踏车的，他是开保时捷？这代表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真对假的选战。事实上，他一再指责说我们有网军，其实到后来调查起来，只有他们使用假的 ID， 他们才是有网军。其实我们只有网民而已，我们只有乡民而已。为什么要讲说这场选举也是一个道德对不道德、公益对不公益？事实上，在座都是一线的朋友 ，MG149 的真相，难道大家不晓得吗？大家都晓得的。可是，甚至其实对方也知道 MG149 的真相。更重要的，最近的所谓买卖器官的事，今天早上台湾医学会，我有到会场去，我也到那个移植医学会去先到一下。我遇到那些做移植的医师，我跟他们讲说：难道你们认为我是买卖器官的人吗？其实那些医生都哈哈大笑。我要讲的是，在这场选举当中，这不仅是针对对假，更重要，这是个道德对不道德。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其实大家都知道。我要讲的是，为什么在这个国家常常是对的事情不能做，而错的事情一直在做？事实上，对手就是一直在做错的事情。不管从1949到所谓的器官买卖，如果你们都知道这是假的，就是不可能存在的，为什么你们还要继续打？这就是一种道德良心的底线。事实上，对手的一些广告，包括所谓撕毁身份证这些，利用三分之一七分奖的抹黑广告，我也认为这不仅在身份证，更重要，这已经涉及到道德与不道德。我想在辩论会的时候，我原始的用意非常的单纯，我认为要当台北市长，就是要回应市民的疑问，回应市民的问题。因此，
我当时还特别提出了公民团体的提议，我们提三个，他也提三个。我认为我们在我方，我认为劳动政策、服务联合应该会提四安政策，还有技术问题，这些都是台北市民最关心的。因此，我们就提了这三个公民团体。我们提言以后，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去问他说，哎，你们要问什么题目，我们要不要先报销？我认为我们就是光明磊落，以一个很诚恳的态度去面对这场选举。我想在当天辩论会上，大家看到了对方的公民疑问是什么样子，这就是一种道德对不道德。我要讲的，如果在选举过程当中不断的使用不正当不道德的手段，如何期待这些人有一天真的执政的时候，他们会正当跟道德的执政？更重要的，这是一种白色力量对白色恐怖。其实我光明磊落，甚至我已经公开了我的财产清单、所得清单，也就是我当主治医师以后十八年来的扣缴清单。我也公布了我的证件定位，我也公布了我在台大院全部账户的记录。我要问的是，对手你敢公开吗？其实我也知道他们敢公开，因为他们根本就经不起检验。我光明磊落接受这个社会的指责，可是请大家看看，在这场选战当中，我遭到了什么样的待遇？我的研究助理被剪掉传讯的八次，这是什么事件？台大院的院长被叫到立法院罚站一天，这是什么样的事件？北洋政府都不敢把北大的校长叫到如此的羞辱。沈纪长说明历史有没有问题，他遭到国民党的议员如何的羞辱，他真的很认真的看，他说这是查不到不完，结果呢，他说你们这个沈纪长是跟台大院勾结串供。我要讲的，这个沈纪长是国民党提名的，国民党通过，公务员有公务员的尊严，不要为了一时的选举破坏这个国家的，不要为了一时的选举破坏所有公务员的尊严。甚至我的太太也被警告说不可以出去。然后呢，我所有因为我当时工作在台大院的项目，所以说上面有的公司全部都被查税。我要讲的是，这是一个正常国家应该有的现象。但是我认为，就是因为这个国家还有进步的空间，所以我们要站出来。我们站出来的目的，就是让台湾成为一个更文明的国家。这就是我们这次选战真正的意义。今天在座大部分都是业界的朋友，这场选战打到现在，我很高兴我还能够存活一战。其实我有两个原则：心存善念，尽力而为。什么叫做心存善念？希望台湾因为有我可以变得更好，这是重点。因此，在这场选举当中，其实每次面对选择的时候，我都选择正面跟进步的方向。我没有去看政权机制，我没有去做国民的老大，我也没有去窃听别人，也没有去盗取人家的资料。我认为，我们就是光明磊落的打这场选战，让台湾可以变成更好。最后，用两个字来做成这场演讲，这些演讲的结束，哪两个字？相信，相信改变可以成真，相信自己的选票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相信自己的选票可以决定台湾的历史。11月29号，拜托各位去投票，这不仅是为自己投票，也是为我们孩子投下一票，因为我们改变的世界是他们的未来。谢谢各位。今天我们要让我们的柯文哲医师在这边用他的行动，用他直接的表达，
我们城市的志工团成立的地址，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们看到的志工团的。